你们这一家站出来啊，全场都让你们给震住了。今天1块钱去买，明天100块卖出去，这么迷人的游戏，谁不喜欢？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上面夫人在卖扇，下面官员还讨红包，这个面子能不做吗？您看，来，菩萨帮夫人挡灾了，岁岁平安啊！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！请送给菩萨，弥陀计划落点拍板，那尊菩萨就升官成佛了。当你拿了一堆黄金买的地，最后却变回一堆山，你气到想杀人吗？你们想死呀？开发的顺序被你这么一调动，你知道有多少人的钱被你套在那里吗？放心啦，我处理了。凶手作案手法非常利落，你可以把你的资料告诉我吗？我妈特别要我送破茶来专案办公室，保佑你们顺利破案。还是你最乖。怎么样都不可以分开啊！还不都是你害的？我不啊！你们好，我吵架吗？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为你好。我是为你好，我还为内好，你们两个不都是一样？只要你把30亿吐出来，我的卡我可以当保证厝内的人平安。我不够多，还是等来红啊！你做事唔多唔正，找个够班的再同我倾。你到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送你，不要碰。笑到最后，我刚才只是演家。